以四人组形式带着新专辑回归的女团 Tiara， 不断的通过音乐节目进行宣传，在忙碌的行程中也不忘与粉丝近距离互动，积极的在韩国各地举办粉丝签名会。30日晚间 ，Tiara 出席在首尔永登浦某场馆内的签名会，并逐一现身让媒体及粉丝拍照。随后开始为现场幸运的100名粉丝签名。